小哥然后阿哥然后听美秀姐讲一句话，哎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哎，因为有人反应哈，你们把口罩拿下来了，OK、再抽电子烟，谢谢。这个行为我们会被卫生局的人开罚，麻烦戴起来，戴起来，不要抽电子烟，哎，配合一下，然后我们会场哈再交由他们，那配合一下哈，电子烟不要讲，感恩姐哈。Thank you.
可以，谢谢。
出场。好。大家小心安全，不要往前面挤，不要往旁边掉。
谢谢。希望大家每天都可以花个两到五分钟冥想，希望世界和平。这不是个口号。愿若有一天我们真的这样子了，你愿意提枪上战场吗？这是摆在眼前的事情。我没有跟你说不上战场的人就是懦夫，没有，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，但是在还没有开始之前我们要和平 OK。 要珍惜现在的这个状况，我们不用去靠北别人，不用去靠北说有人乱开圈还有拍手，虽然我也很不喜欢拍手，我觉得很娘炮。但是至少我们都可以一起聚在这里，我们没有压力，我们表演完就可以回家睡觉，这是很幸福的事情，对不对？太帅了吧！那还需要说吗？太扯了，太扯了。温柔微微，天气化雄水，一首情歌，我要送给你。无论你伫倒位，海角天边，拢是代表我的心意。
刚刚很帅。我觉得我的汗呢。啊，帅到爆！我觉得护城河比较帅。我以前前面还有人的眼镜、手表，哦，眼镜你的，还有杯盖。杯盖是什么？来，我们零元起跳，一元一刀。来，现在开始。一百，气票给我干了，谢谢。想啊。阿林老师。谢。感谢各位。我们今天可以在这个海边，尽情的唱血肉的歌。这是一个非常舒服的夜晚，漂亮的天空跟漂亮的你们，掌声给自己鼓励一下。3月10号、3月11号近在眼前，那一天是什么？我要看到各位嗨得最开心。来，现在我们要继续唱下一首。你们知道叫什么名字？来，大声一点！谢谢。刷工泪打篮球。
我操你！太扯了！刚刚有人说太扯了。我弟弟啊！现场太挤了，太扯了。他这鞋肉太好看，太扯了。是一还是二？你得过两次最佳现场演出哎。那个都只是一个形式上面的东西而已。今天我们如果得了最佳现场，现场来听表演的人还是觉得跟赛一样，那发那就是形式上面的东西。所以你们玩得开心最重要，不然我们有没有得，不管我们有没有得，我们每一场都是最佳现场。谢谢各位，不要忘记我们得过两座。谢谢。好，人家小毛有事情，等一下。燕王 go go go， 燕王 go go go。跟我穿情侣装，这是我们的最后一首歌，不要往前挤，往上跳，往后面撞就好。
不管，生存下来了。五小弟。我帮你们了，我要今天不见了。手表，这里有手表。